METDM T917 高频电磁波墙体水分仪，采用高频电磁波技术测量，灵敏精准，在不损坏被测物体的前提下实现含水率的量测。长按 MODE 键两秒后开机，进入测量状态。轻触 MODE 键，按下键调节闪动数位的大小。按上键调节闪动数位的位置。轻按 MODE 键确认并退出设定状态。测量中显示幕左侧将出现打勾符号，表示没有超出上限，出现打叉符号表示超出上限。按 Density 键即可在0到9之间选择测量档位。我们用混凝土块模拟水管漏水渗出，将档位调至5档测量，为渗水区域 8.5%， 渗水区域 12%。 一机多用，功能强大，测量深度可达25公里，也是水电师傅用来抓漏的仪器之一。可透过墙壁湿度寻找分析墙内管线漏水位置，用矩阵方式将每一区块进行测量并记录。29%、12.5%、14%，得知每一区块含水量，分析墙体漏水状况。另外会配合使用热像仪、工业听诊器、工业内视镜等仪器，更能精准地抓出漏水点。除了应用于墙面，也可测量木材含水量，将档位调整至3档，潮湿区域木板 6.5%， 干燥区域木板 3%。 另外测量瓷砖含水量，将档位调整至7档，干燥区域瓷砖测出 5%， 潮湿区域瓷砖测出 11%。无论是墙面、瓷砖、大理石、毛坯墙、地面、石膏板、砖块等建筑材料，快速测量含水率，